约死你哪里还点凶啊？你还点凶？好了好了，别冲动啊！什么叫冲动？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冲动啊！别冲动啊！什么叫带死的证明啊？你是谁？你是干嘛的？我找小区，你找谁？我找小区工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管我找啥？我找谁带死一个字？不知道啥带死？什么叫带死的证明？带死啊！我是。我们也很很伤心难过的，因为我们是阳性病例小区嘛，是因为疫情封控小区吧，不过已经转出去了。感觉目前为止对我个人的生活其实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，就是不能出小区，但是点外卖和买菜是可以送到小区门口去拿的，这个影响不是很大。然后上班的话就是居家办公，在家里也能上。居家的话可能外卖什么的都有的话，我们生活其实还是挺便利的，大家都配合好，做好核酸检测，然后防护好就可以。